より心肝内，也不过，我想讲，既然人就来到此地，不讲心内所想，什么往事失散一样啊？是的，万万不可啊！说碎不可。人伫咧讲，说三段分过，一片白茫茫，非常的凄凉。你是金鸡玉叶，你若去到遐是真危险，我不准你去。哎呀，讲哪样？那有什么好危险啊？我只是搁在失散离去，一流离异，不要为乌白扫，有什么好紧张呢？我当然担心你的安危，你就是袂用得去。我想要去，你可袂听？我要去。啊那安尼，我想去哦。我唔知影你安怎想去呢？你。我生气的打人，你知影无？你敢敢跟我打死你？我妈，都袂养性，拜托拜托，莫去呀！好啦，我知影，我妈呀，你是冤枉我，本将所见皆认晓，若到时。
在失散离去，失散刷落崎岖，你是惊有危险，所以你才唔肯让本宫去失散。对对对，你若乖乖听话，安尼我就甲你笑。好，我听你的话，我卖去就是。这里故乡的食材，唔知要过偌远啊？差不多三里。既然那是安尼是，我妈呀！那我沿路上坐在马车坐着，无法度好好欣赏风景。我想讲，我要改换坐骑。改换坐骑？会危险也不会。会啦，虽然我是郡主金鸡吉秀，但是我的马术是超群。我相信你来你的。准备一只坐骑，可以江苏溜溜啊！公妈，哈，来来，你跟你讲你要骑马哦，我爱你亲身准备坐骑给我坐，爱我亲身跟你牵马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是牛师奶，三官，来来，给我给我。准备上马，上马，转来，阿妈哟，哈哈哈！谢你，谢你呀！Thank you.